我们来聆听老法师呢的开示。老法师对这个儒释道三教是一家的开示，因为我们今天呢所谈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道家的东西。那到底儒释道三教如果去看待呢？老法师的开示如下：一，老法师说，我们呢希望。 我们的同修呢，都能够建立正知正见，把我们的性德找回来。十三一道是我们的性德，我们自信里里面本具的、本有的，它不是从外头来的。现在我们把它迷失了，可是真正找回来有困难。找不回来是什么原因呢？老和尚说。 修行是要有次第的，由浅而深，由小而大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在《佛藏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：不先写小圣，后学大圣，非佛弟子。这是佛教我们修行的次的次序。小圣是佛教的小学，大圣是佛教的大学。 没有小学的基础，你怎么能练大学呢？那现在我们连小学也学不好，问题在哪里？我们扎根教育舒服了，所以必须要回过头来把扎根教育学好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做扎根的工作呢？第二点，老法师说。 杂棍从哪里杂起呢？从《弟子规》，所以千万不能疏忽《弟子规》。我们老祖宗佛母的祖师大德，从唐朝中叶就把修学的程序改变了，改得好。不学小圣，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小圣呢？用儒跟道。第三点。 老和尚说，香港大埔的佛堂有一块碑是拓下来的，是少林寺的一块碑，叫“三教九流混凝土”。老和尚说，这个碑是什么时候刻的呢？是唐肃宗的时候。唐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。 距离我们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一千三百多年前，我们中国就已经走向多元文化了啊！儒释道三教九流是一家。你看画的那个图案里面很有意思啊。那个人头，你仔细看，正面看像释迦牟尼佛，侧面看一面是像老子，一面是像孔子。啊”哈哈。 三个面孔画在一起代表什么？一体的嘛。三教眼耳鼻舌身一体的嘛。正面像释迦牟尼佛，一边像老子，一边像孔子嘛，是一体的。九流是五脏六腑啊，所以三教是一体的，是眼耳鼻舌身啊。那九流是五脏六腑啊。 这个图画画的好，它表法真的是一体的。第四，扎根教义，以儒佛做扎根教义。学佛对于十三亿道经是轻而易举。你有《弟子规》有感应篇这个基础，十三亿道经就容易落实。这三个根落实了，无论你是学儒学道。 学佛都会有成就，学佛你能成佛，能成菩萨；学道你可以达到老庄的境界；学儒你就是今天孔子、孟子圣贤的化身呐、啊，所以这块碑呢非常有价值。那么老和尚在国外都推行多元文化，团结世界上的宗教。 还有团结族群，老和尚也做了一些成绩出来。那外国人也很好奇，宗教怎么团结呢？老和尚就把这张拓碑给他们看，他们也感到很惊讶。所以外国人看得很惊讶，原来在一千三百年前，中国就已经团结宗教了，团结族群了。所以呢，扎根教育做到了。 然后呢？当行正信，归心正道，生智慧之善心呢、啊？这是肯定的。第五，老法是说，学佛一定要学善财童子。他说：“你看五十三灿五十三位善知识所学的法门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善财的各个都去参访。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他的老师。” 上道子是以学生的姿态，完全接纳、圆融自在，没有障碍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不但对我们自己的宗派知道是一个，一个老师一个根源，不可以对立，不可以反对。一个老师教的，对所有不同宗教也不能反对。我们知道什么？ 每一位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的化身。在基督教呢，老和尚就告诉他们说，一切宗教最初的创教人，老和尚说都是上帝的化身。老和尚对别的宗教是这样说了。啊，其实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的化身，那这样就自在了，问题就解决啊。哈，第六，世界宗教是一家。 是可以团结的，宗教可以和睦相处，只要怎么样？只要各宗教都把教义办好，各宗教都广度众生。虽然宗教信仰不同，但是都是同一个真诚心、公敬心的对待来接纳。所以老和尚说呢，提倡宗教要团结，要互相学习，这才是。 团结真正的基础。如果彼此不去研究各宗教的教义，就会产生以后会产生矛盾，会制造冲突。你了解以后明白了，全部都化解了。老和尚说这件事情，他做了十年，十多年了，确实没有遇到障碍，大家都能接受。 他在新加坡团结九个宗教，然后呢，再团结印度尼西亚，就印尼、澳洲跟马来西亚这些宗教都能够和睦相处，啊，大家团结在一起，啊，一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啊，我们就在引用禅宗的一件公案。 题目呢，就是我不畏佛法。哈,哈，唐朝禅宗呢非常兴盛，当时呢以江西马祖为主，湖南呢以石头西迁和尚为主，四方学佛呢都附著在这两师之门，就是要么就跟马祖禅师学,学禅学佛，要么就跟石头西迁和尚学佛学禅。 被当时称为“江湖二甘露门”。我们来介绍一下石德西迁和尚。石德西迁和尚呢，是公元七百年到七百九十年唐代禅僧，又称为无际大师。啊，年轻的时候，诚意果断，自信力特强。他反对相邑的迷信神驰。 定期杀牛洒酒的祭祀，每逢祭期，他就前往毁池斗牛，态度坚决，因为他是迷信嘛。后来石头希迁和尚呢，到潮汐妥禅师南宗慧能门下，就是我们六祖大师，他受度为沙弥。慧能大师圆寂的时候。 他还没有受祭祖戒。不久，他前往吉州青莲山进居士，一直得到潮汐心法的行思禅师，机变敏捷，受到行思禅师的器重。行思禅师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众角虽多呢，一林一株啊，学火煮牛毛，开悟者如牛角。” 就是众脚虽多呢，一领一足的称意啊。不久呢，行师又命西迁和尚呢，前往朝西门下另一位宗将，就是另外一位开悟的圣师。这个圣人呢，一位禅师呢，南以怀朗禅师。经过一番锻炼，再回到净居寺，其实禅师就护法给他。 唐玄宗天宝初年，石头西迁和尚离开青莲山，到南岳受请前往衡山南寺。寺东有一个大石头，有大石平坦如台。西迁呢就在石上结安而居，因此当时人都称他叫石头和尚。 所以，一般我们都称他石头西迁和尚，他是西迁禅师。在唐代中广德二年，西迁禅师呢应门人之请，下山住两端红化，以当时的是陈南岳怀朗住江西南康弘化的马祖道义禅师。 称病逝二大事，西迁和尚呢，弟子甚多，晚年呢护法给药山为言禅师，以德宗贞元六年逝世，四寿九十一，自有参同契，那么这件公案呢，我不会佛法，就是石头西迁和尚讲出来是非常有名的禅宗公案。那我们现在就来。 了解，啊，石头先和尚为什么会讲我不会佛法？各位不要误会，这个我不会佛法，这个会。老和尚说你会吗？就是你记住的吗？啊，那么禅宗呢？另外一位高僧呢，天皇道悟禅师，他是唐朝的禅宗法师，他后来。 一子呢，石头西迁和尚来作为他的法师也就是他的传法弟子了。就石头西迁和尚传法给天王大悟禅师了。有一天呢，天王大悟禅师去问石头西迁禅师啊：“潮汐一子谁人得？”就是说，六祖大师的心法谁得到？也就是说。 谁能够去气,气入潮汐六子大师这个一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开悟的那个境界呢？所以潮汐一子谁能得？啊？石头七迁和尚回答：会佛法的人得啊。就像当时吴子峰，他是把衣钵传给慧能大师，他。 几天呢、啊？称病呢，在疗房里面。有一天，他生坐了。弟子问他说：“衣钵传给谁？”啊，他说：“能者得之。”这两个意义啊，一个是开悟的人得到，一个是慧能大师得到。石头七仙和尚回答说：“会佛法的人得。”大悟禅师遂问石头和尚：“师傅，你得到了吗？”石头和尚说、啊：“没有。” 道悟禅师在问呢、啊，为什么没有得到呢？石头禅师回答说：“我不会佛法。”啊，这句话怎么去体会呢？从文字语言来了解佛教义理，等于盲人摸象，不得要领。因为刚才天王道悟禅师问是潮汐一词。 谁能得，这是文字啊，啊！那佛法，尤其是心法、心地法门，不是从文字语言来了解佛教义理啊。这样等你盲人摸象啊，不得要领啊。有很多人以为读了很多经典、很多论点，懂得很多佛学名词，知道很多佛教的历史掌故，了解各宗各派的理论。 就是说，他了解佛法，其实他是了解的是佛学，他不是学佛，他不是佛法，这是圣人法师说的了哈。如果做一个佛教徒，如果做一个出家人，如果诵经、礼拜、念佛、持咒、打坐，就以为自己明了佛法，事实上。 那是佛教的基本仪式。老法师说，是表演给众生看的，那是佛教的表象，不是佛法。所以“潮汐一指谁能得”是说六祖慧能大师的悟境，谁能体会啊？各位，你会吗？就这个意思，你契入了六祖大师那个境界了吗？ 你契入的佛陀的境界了吗？如果以我们净土来讲说，你契会的印光大师的境界了吗？意思是一样的。石头禅师顺着话意说，体会到佛法的人得到啊，就是他刚才讲的，会佛法的人得啊，就觉悟的人就得到啦。会佛法就是觉悟开悟的人就得到啦。 所以我们说了，高僧大德如果他要离开人间呢，一定要把衣钵传给他的开悟的弟子了。那我们常常在讨论说，老法师衣钵传给谁？就这句话，石头希迁和尚说的：“会佛法的人得啊，谁开悟就谁得到啊，体会到佛法的人得到啊。”各位这样子明白吗？佛法是不讲人情的。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个道理呀、啊。 会佛法的人得啊！弟子在追问呢、啊，师傅，你已经得到了吧？死者禅师啊，竟然说我没有得到，我不懂佛法，我不会佛法。这段对话透露了一点消息。弟子呢，天王道悟禅师认为佛法是师师相传的。 菩提达摩就是达摩祖师把佛法从印度带过来中国，历数代传到六祖，再往下传授，以致石头禅师呢，这个观念全然谬误。就是刚才讲天王道禅师说，认为佛法是世世相传的啦，其实他这个观念是有谬误的啦。菩提达摩东来之前，中国已经有佛法了。 达摩祖师来中国，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：佛法代代传承，也不是真的有东西可传。每个人的内心本来就有，每一个人都记住佛性嘛。佛陀说的一切都是用有如来智慧德相的，只为妄想之者而不能证得啊。所以不懂佛法的人。 相信有一个东西叫佛法，对已开悟的人来说，佛法并非可以形容、可以取得、可以体会的东西。它处处都在，但也处处不在。你觉悟的时候，它处处都在。 你迷的时候，他处处都不在，你找不到佛在哪里，因为你迷的嘛。你悟的时候，举手投足、跟人接触，啊，喝茶、吃饭，哪一件不是佛法、啊？哪一件不是佛,、啊哪不是佛啊？哪一件不是佛性的显现呢？他样样都是，但也样样不是。你一出手，他。 就不是了，你不执着，它都是，这叫它处处都在，但也处处不在。它样样都是佛法，但也样样不是佛法。你不执着，它样样都是；你一旦执着了，起了烦恼了，它样样不是。各位这样明白吗？佛法在哪里？在你这点心心。在你听法的这点心。 当下即是，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，我们中国佛教的傅大士啊，他的一首记忆讲得非常好：夜夜报佛名，朝朝凡共起，起奏正相随，与莫同机子。 先好不相离，如身影相似；亦是佛性处，只这一生事。这句记忆呢，境界非常高。我们的佛性在哪里呢？天天陪你睡觉，夜夜报佛名，朝朝反供起明天早上起来，佛性也起来，你也起来，也起来他也起来，他跟跟你一起起来。 朝朝凡供起，起坐正香随。你要去漱口，要去吃早餐，哪一件事情不是佛性呢？起坐正香，你去上班也是佛性呢、啊，你去开车也是佛性呢、啊。起坐正香随啊，都跟着你啊，以莫同机子啊。你说话是他，你不说话也是他，以莫同机子啊。心好不相离，他一点点都没有离开你。 仙好就是一点点，如身影相似啊，就像你身子跟影子一样啊，他们两个分不开的、啊。意是佛性处，你想过了解佛在哪里呢？只这以身事，就你这个声音就是了，你听到这个声音就是只这以身事，这是。 我们中国禅宗的大德呢，傅大士，他讲的非常了不起的一句啊，开悟的境界呢，就是讲佛性在哪里。我们刚刚讲，不懂佛的人相信有一个东西叫佛法，对于开悟的人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老和尚说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 佛法没有办法去形容，或者怎么样去把它起得，或者怎么样可以去体会的东西，你唯有自己直下会起。老和尚说：“你会吗？”就是直下会起，你自己气进去。你气进去的，它处处都在；你气不进去，它处处不在。你气入了，它样样都是；你不气入，样样不是。石头西天和尚。 说我不会佛法，意思是说我无法告诉你佛法是什么东西了、啊。呃、嗯，他弟子天龙道长是在问嘛，所以十朵奇点会上哦，他说我不会佛法，就是说我无法告诉你佛法是什么个样子。他会赤谎清白，会大小方言。换个角度来看，自我中心之外的一切都是佛法。 就是你自以为我中心的以外都是佛法，只要我不放下，就不是佛法。离开自我心就是佛法。因此，我不会佛法是一以双关。第一，佛法无法形容；第二，如果有我就不会佛法。 人在世间呐、啊，眼见、耳闻、身处无一不是佛法，无一是佛法。不执着就是佛法，不执着即佛法，一执着即非佛法。这是石头七涧和尚说：“我不会无法借鉴禅宗公案的主旨。” 所以，刚才我是引用老法师的开示，佛之真意，然后再运用禅宗的公案，两个相互回应，让过去了解佛法其实没有离开你当下这一念心，啊。